走进新时代先啊！我哋林先生嘅走进新时代，嗯，系即刻调整呢个状态啊！表白，我的心情是多么豪迈，总想对你倾诉，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。勤劳勇敢的中国人，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。啊，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，我们唱着东方红，当家灼烛站起来，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，改革开放富起来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，高举起走进新时代呢种歌，可能大家好少听噶，所以啊，都系听下都好啊，各种唔同风格嘅歌啊。让我告诉世界，中国命运自己主宰，让我告诉未来，中国进行着接力赛，承前启后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。啊，我们意气风发走进那新时代，我们唱着东方红，当家灼烛站起来，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，改革开放富起来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，高举旗帜开创未来。希望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，高举旗帜开创未来，开创未来。林生，多谢韩飞哥。